笑声不间断，轻松又愉快，最有趣、最疯狂的网络广播节目，由 DJ 消化饼和小布主持的《青春爱消遣》。上下学通勤中、午休时间或是周末假日，想找乐子，随时收听，陪伴每一个最青春的你。苹果用户请上 iTunes Store 搜寻《青春爱消遣》，或是你也可以用 Google 还有 Facebook 搜寻《青春爱消遣》找到我们的节目哦，就等你加入我们的行列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英语权威消化饼。学英文学了这么久，还是一句都用不上吗？我郑重向您推荐青春藤解析英语，让我们来听听见证怎么说。自从我听了青春藤解析英语，我考试都考100分哦。大家都问我是怎么做到的，我只能说7个字，青春藤解析英语。青春藤解析英语，我是哎，你今天是什么？我今天就是一个见偶像的心情啦，我今天只是一个小粉丝，对，小粉丝消化饼。那我还是见证人吗？你就是一个助理主持啊，小粉丝的跟班啊，帮我提东西的。好，总之呢，今天为什么消化饼不是英语权威了？因为当然有我们寒假档、新年档，有我们的特别来宾。这位特别来宾，进去听他之前的集数，好不好？表现得非常精彩哦，所以一定要从一开始我们青春大来宾就开始收听。最后这个单元就是我们的青春藤解析英语，这个来宾到底是谁呢？如果你有听前面几集的话，你就会知道咯，因为这个人就是英语权威，我们欢迎欧马克。 Hello， 大家好，我是熊熊老师，欢迎来到长春藤英语教室。哇，没错，我们之前原本的设定好像就是学长春藤，对，学赖世雄这样。对，可是因为消化饼的 key 本身太高啦，对，没有像这个马克学的这么精湛这样子。好，所以今天呢，欧马克飞碟电台的黄金 DJ 特别来为我们担任英语权威，要来教我们两个实用的英文哦。废话不多说，来告诉大家第一个英文这个字，今天教的英文字都有一点，你要讲一下为什么你选这些字啊？哦，这是特别为来宾设计的啦。我觉得这个偷窥本来就是人之常情，我们都喜欢偷窥人家在干嘛，所以我们今天要教的这个第一个字就是 voyeur， 偷窥狂啊，偷窥狂，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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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E-U-R， 好，请再念一次 Voye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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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oyeur， 偷窥狂。 Very good， 大家表现得很好，我们为自己鼓掌。 Very good， 这个字实在太难念了。好，所以就可以知道 Voyeur 偷窥狂，所以下次如果你碰到偷窥狂的话，就要记得这个单字才能够大声的喊出来求救。太难了吧，为什么要看到偷窥狂为什么要大喊 Voyeur？ 那喊到一半也卡住，不出来，然后大家还没听过这个字，哎，什么意思啊？对，已经被都看光了这样子。对，好，所以偷窥狂 Voyeur。 那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偷窥狂的讲法，那英语权威一样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叫做是 Peeping TomPeeping Tom， Peep 就是尿尿啊，是偷窥啊。Peep 就是，对，是偷窥的意思。所以偷窥的汤姆，为什么叫偷窥的汤姆呢？对啊，为什么是汤姆啊？为什么不是 Peeping John？ 为什么是 Peeping？ 对啊 ，Peeping Mike。为什么是汤姆？这有一个由来吧。所以说一开始是叫 Tom 的人去偷窥别人嘛？对对对，就是那个啊 ，Lady Godiva 的故事。Lady Godiva 好像就是一个女人，就是她是一个什么公爵的夫人什么之类的，然后她就要去
他做了什么坏事啊？我忘记了。因为你刚讲狗呆吧，你知道我只想要什么吧？巧克力。对啊，名字是从这边来的，没错啊。然后后面我就没有再听了。然后他是做什么坏事？反正就是要惩罚他，然后惩罚他，他就是要就是叫他全身脱光，然后骑在那个马上游街示众这样子。哦，所以是然后西方的洗门风的意思吗？类似吧，我想。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他就说大家各位臣民们拜托，就是请你们千万不要打开窗帘还是什么打开窗户之类的，就不要偷看。那这个意义是什么啊？我其实不太理解。对啊，要这样惩罚可是又不准人家看。对啊，这没有道理耶。好，总之呢就是有一个 Tom 他就偷看了。对，所以就是批评 Tom 的由来。哦，就跟我讲一样啊，可以一句话就带过的事情啊。好了，我只是要炫耀一下我的知识不行吗？好，总之就是批评 Tom。 OK， 那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状况剧咯。这一次的状况剧，因为是新年嘛，所以跟新年还是有一点关系，因为他们又要办 party 咯。 Jessica 跟 Mandy 一天到晚开趴，没错，这次有我们的新角色登场，就请大家敬请期待咯。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状况剧。因应了羊年的到来， Jessica 和 Mandy 用了上次从赌城那边凹来的 Victoria's Secret 折价券，决定来一场睡衣派对，广邀众姐妹一起 Party Bra。 欢迎来到 Jessica 和 Mandy 的异想世界，今天可是大过年的，来来来，恭喜发财，红包拿来。那个谁呀？ 对啦，依山啦。哎呀，入场费都还没给呢，生日趴花了800万，所以入场费都给不起了。 I'll pay for her. It's all about the New Year spirit. 好吧，看在 Mandy 帮你求情的份上，那就意思意思一下，那个铂金包拿来折抵一下就好了。我还吃亏呢。 Dumplings, dumplings for everyone. May you all have a wonderful and fruitful year. 哎呦，你这可真是一语双关呢。啊，怎么样？我可不需要啊！哎，来来来，云云，多拿一点，不要客气啊。Hey, look at that girl over there. Do we know her? 哎，那谁不认识啊？不就是那个谁啊 ？Who? 哎呦，就那个啊，那个啊，没什么胸部又爱露的那个啊。You mean you? 哎，大过年的，呸呸呸！别说这种晦气话，我们过去跟他聊聊不就知道了。嗨，我是可爱迷人、善良体贴的大姐姐 Jessica。You know, just call me Miss O. Oh, what a lovely name! O stands for outstanding. I wish my parents could have given me that kind of awesome name. I'm flattered. Actually, I've noticed you two for quite some time.哎，这个姐知道，毕竟人见人爱也是一种负担。哎，好了好了，第一个活动该开始了。Girls, we run the world! Our host Jessica has prepared a gift for everyone. You get a bra, you get a bra, you get a bra! 这个胸罩啊，来头可不小，感谢 Victoria's Secret 的赞助。先让你们看看这集中脱高的效果。Cup siz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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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kes me hard hard hard. Which part of my body could be hard? Let's go change. Mandy 进到厕所以后，兴奋地拿着热腾腾的胸罩准备换上。啊，被烫到了！单纯她却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令人瞠目结舌的事。Mandy is in the bathroom. It's show time.It took me so much time to hide away this enormous anaconda, black mamba, and put this fake boobs. But it'll be all worth it when I set my eyes on her. Oh, her! Oh, yeah, baby! Oh, yeah, come on! Oh, my gosh! Look at her butt! Oh, Mandy, look at yourself. Look at those boobs.I believe it's the perfect creation of God. Wait, there's a hole in the wall. Let me look what's inside. An eyeball! Ooh, creepy. Jessica, I found an eyeball in the hole. 奇怪了，会不会是你脑袋有洞啊？姐去瞧瞧。Let me ask Siri first.
What happens if you see an eyeball in a hole? Oh no! Over here!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阶段的状况剧。好，状况剧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是 Jessica 举办了一个新年异想世界的派对哦。这个派对呢，它的 dress code 是什么？就是 bra。对，要穿 bra。好，所以 Jessica 跟 Mandy 当然不吝于展现她的好身材啦。但是呢，今天有一位新的角色也来一起穿 bra 来共襄盛举了。好，这位就是谁呢？就是我们的 Miss O。Miss O 要不要跟听众打声招呼呢 ？Hi, I'm Miss O。啊 ，Miss O 可以感觉到跟消化饼就比起来，就是万种风情耶，真的是有得拼了，让消化饼倍感威胁。好，所以呢，这个 Jessica 跟 Mandy 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呢？虽然有些依山还有云云也都来参加啦，可是我们今天的重点是锁定在 Miss O 身上。Miss O 她说什么呢？她先自我介绍嘛，结果 Mandy 就说 What a lovely name。对，她觉得 O 是什么意思呢？他觉得 O 是 stands for outstanding， 算是一个蛮吉祥的样子了。我们说新年都要讲一些吉祥话嘛。好，大家轮着来拜一下年吧。祝大家羊年行大运。我把它讲走了。你怎么偷我这个啊？我本来想讲这个因为我不知道有什么祝贺词啊。当年就是通用啊，我就是一个万用的答案。就是今年什么年就是什么年行大运啊。我就是没创意，怎样？怎样？来，小布，该你了。换我吗？我还没想到马克先啊。就对啊，洋洋得意哦，可能是随 Q 随就有答案。好啊，就到这边就好了。这么多羊很多其实羊有什么？三羊开泰啊！我刚有想到，可是三羊开泰有什么好祝的、啊？三羊开泰很什么？祝大家三羊开泰，这样很奇怪啊！那祝大家什么？羊还有什么？羊没有啦，就这样啦。阳奉阴违，祝大家阳奉阴违不错祝大家阳奉阴违嘛，好，祝大家阳奉阴违。特别节目录了没？有没有可以用一下？阳奉阴违，好，对，好，我们今天不是要玩接龙吗？所以。好，我们再停在这边，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这一次的对话哦。所以欧小柔就说，其实我们注意你们两个已经很久了。Jessica 当然是不疑有他啦，不知道他就是一个 voyeur， 是一个偷窥狂这样子。可是呢，接下来 Jessica 要做什么事情，他要每个人都发一个 bra 有点像是这个参加什么欧普拉秀有没有？You get a car， 每个人都可以拿着一辆车。Jessica 也是大手笔啦。是，但欧小柔看到这个胸罩产生了什么样子的反应？看到胸罩让我很硬。对，非常好，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简短有力的一个描述了。是 ，makes me h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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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hard okay。OK， 好的，我们停在这边了。让 Mandy 就是厕所换，兴高采烈的去换她的 bra 啦。结果欧小柔这个时候就准备好要干嘛？把她的这个 enormous anaconda， 把我的巨蟒。拿出来了啊！好，这个 anaconda 这个字，如果你最近来听 Nicki Minaj 的新歌的话，应该非常熟悉。对，这个 anaconda 当然指的不是那个动物，而是一些，对，就是一些阴茎的部分啦。好，那所以呢，好不容易扮装成一个女生，其实呢，她事实上欧小柔是个男生，对，男儿郎。然后呢，她就对这个 Mandy 的动体就开始，产生一些。你一定要描写这么细吗？我想说这部分让听众自己想象就好了，想象是不是？好，不要破坏大家的想象啦。小剧场奔腾了，是不是？好，这个 Mandy 就在透过镜子在观赏自己的动体的时候呢，结果就发现了，隔墙有眼，这个眼呢，洞里面有一个眼球，他觉得很酷，兴奋的跟 Jessica 报告。结果 Mandy 透过 Siri 的回答，得到了一个答案，就是他是一个 voyeur， 就是我们的偷窥狂。好，这是我们第一阶段的状况，就要给大家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就要马上紧锣密鼓的来告诉大家第二个我们要教的实用的英文单字是什么咯。下一个单字非常实用，来请我们的英语权威告诉我们。这个字呢叫做 style， 不是 style 哦，是 style。How do you spell style？ S T Y E。对，然后这个 E 呢，它是可加可不加，对，都可以。那这个 style 到底是 what does it mean？ 就是我们的眼睛有的时候都会长的一个像瘤的东西，眼睛肿肿的，叫针眼，人家就会说啊，你是不是看了不好的东西？没错，所以这个 style 就是针眼。对，所以不要再讲说，因为有些人我知道他常常会查什么汉英字典啊，然后他就会想说，针眼，然后一查就是什么
I needle 什么之类的，真的会出现 I needle， 因为以为是那个啊，真的真的那个哦，对，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字都一样，对，不是那个缝衣服的线的那个针眼，是我们眼睛上长的针眼麦粒肿这样子啦，所以这个 sty 针眼。刚刚讲过怎么拼嘛，讲过了，讲过了。所以呢，我们就来看一下第二阶段这个 sty 针眼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针眼扮演什么样子的重要的角色呢？就来看一下第二阶段的状况剧。好好的睡衣派对上，竟然惊传偷窥狂 Jessica 和 Mandy 决定扮演名侦探柯南，以地毯式搜索，一一找出可能的凶手。究竟谁会是凶手啊？去偷看 Mandy。照逻辑推论，应该是喜欢小胸部而且没什么品味的人。I don't know how it happened. I just went inside the bathroom and changed my bra. I didn't do anything wrong. I can't believe this is happening to me. I've trusted people, but now I don't know what I can believe in. 不在场证明，我看柯南都是这么演的。瞧，现在来一个个给姐交代清楚。I was in the bathroom.通过，下一位。I was in the bathroom. 通过。But I didn't see you in there. You must be really good at hide and seek. It's because you're too busy looking at yourself in the mirror. Well, it's true. Sometimes I just got too carried away. 这样子啊，没办法了。看来这是一场棘手的密室偷窥案。阿亮说过，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凡偷窥过必会长针眼，现在就只能靠针眼来辨认凶手了。I don't think it's a good way to find out the voyeur. I mean, there's a lot of ways you can get a sty. Like rubbing your eyes with dirty hands. Like really dirty hands. Ooh, so dirty. Ow! Mandy, 你是这起偷窥案唯一的目击证人，你记得你看过的眼球长什么样子吗？Well, not too big, not too small. An eye with lust and hunger. A craving for love. 性饥渴？但不是我啊。I'll always know you understand me, Mandy. From the first time we met, you were also in the bathroom, and I also peeped through a hole. That was the most wonderful moment in my life. 厕所？洞？你就是凶手！真相只有一个。Okay, but there's no conclusive evidence. Jessica, you're the only one who can catch me. I can make all my traces disappear. All. Except one. This die. I can't erase. 于是 Jessica 和 Mandy 联手与歹徒斗智，终于将欧小柔绳之以法。此事一传十，十传百， Jessica 顿时成为睡衣派对界的福尔摩斯，成为新年的一桩佳话。哇，一个非常新年适合听的温馨感人的故事耶。哪里温馨感人了？我也不知道，就凶手绳之以法，然后正义得到伸张，真的很感动这样子。所以呢， Jessica 跟 Mandy 在这个阶段做了什么事情？刚刚发现了 voyeur， 发现了偷窥狂，对不对？所以呢，现在就要来找凶手啦。Jessica 自以为是名侦探柯南，结果呢，怎么样？他要开始地毯式的搜索。第一个当然要提的就是不在场证明。不在场证明的英文怎么说呢？小布 ，alibi。哎呦，想 cue 我是不是？没被我 cue 到。好，所以 alibi 不在场证明。Mandy 竟然自己先讲自己的不在场证明，有可能啊？有没有做贼的喊抓贼？所以他就说了 I was in the bathroom， 在厕所里先自清一下，所以就通过了。 Jessica 这个门槛也是非常的宽啦，尤其是下面欧小柔讲了一样的话， Jessica 也通过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 Jessica 其实他的脑袋有洞吧。我想应该是欧小柔最后呢，他有一点快要啪坑的感觉了。他说什么？他说啊，为什么你没有发现我呢？因为呢，你太急着注意你自己的身体了。Mandy 就也觉得说，对啊，身体实在太美了，所以自己看也没有发现是有异状，是有蹊跷。结果 Jessica 就说什么呢？她说：“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好啦，你要怎样？你要笑我就笑嘛。我想阿亮是谁？可能八年级生。又不知道了。干嘛讲我就是八年级生啊？你很奇怪。我知道就代表八年级生都知道好吗？
是吗？对啊，确定吗？好，八年，你是八年级头啊，很头耶。好，总之呢，就是他是一个超级任务的主持人啦，就是以前有个超级星期天这个单元，小燕姐主持的。我以前喜欢看呢、欸。对，我现在喜欢看《女王的密室》。对，小燕姐，如果听到这一段的话，真的是我非常喜欢你的节目，我非常钦佩你这样子的主持功力，真是让我自叹不如。希望有机会呢，也可以展现我的主持功力，为您服务，加入小燕家族。哇！精心设计这段多久啊？就为了讲刚刚那一段，为小燕姐喊话，最后来今天的节目。哇塞！好，没有啦，总之呢就是我刚刚讲到哪里啊，你看小燕姐还是占据我的脑袋太多了。就是他们要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找到凶手呢？只有最后一个方法了，就是睁眼、就是我们的 style、到底是谁有长睁眼呢？ Mandy 竟然他是有点心虚，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刚好眼睛有动过刀或是贴一些双眼皮贴之类的，不想让他发现。结果呢，欧小罗当然也是希望能够息事宁人。 Jessica 就问说眼球长什么样子， Mandy 就讲出了一串非常动人的话。什么样子的话呢？要翻译一遍吗？充满着欲望、饥渴， A craving for love， 对爱渴望。要点歌了吗？所以总之呢，就是这个 Mandy 这一席话呢，让 Jessica 虽然是他觉得不是我啊，奇怪了，因为他自己是非常的饥渴。但是呢，欧小柔这个时候突然被打动嘞。欧小柔说什么呢？突然自白了。小柔说 ：“That was the most wonderful moment in my life， 生命中最美的一刻。”我觉得这很像什么欧洲影展片会有的情节，你知道？什么突然跟偷窥狂跟受害者在一起了吗？对啊，就是互相就是爱上彼此啊，还不错啊，什么斯德哥尔摩症哦。对对对，哇，完全很适合哎！哦，今天的中国剧好有深度哦。这集爆金钟了 ，OK 吗 ？OK， 导播好，好，可以咯。那所以最后呢，欧小柔就说了什么呢 ？You're the only one you can catch me、。Jessica 进行一个完全没有用的推理，就是厕所洞凶手。这样子的推理之后呢，欧小柔就说什么呢？他最后就秀了他的什么给他看。就秀了他的睁眼给他看。睁眼，对，我们要再请英语权威复习一下睁眼这个字要怎么讲呢？ Style 比低沉是不是？ S-T-Y-E 要不要 E 都可以，要不要 E 都可以。英语权威在今天教大家之前有认得这两个单字吗？我不认识 style 欸，但是你认识？我认识 voyeur 对。大概是从什么方式进行认识的呢？就是你常看那个 A 片网站啊，其实就会有一些 XXX 哦、oh, oh, oh. 对对对，可能就一个分类，有没有、分类就是那个就是瓦月的分类，对啊，一些什么 spy cam 啊、放在各处啊。倒是说我在找这个字的时候啊、我找到一个网站非常莫名其妙，你知道它就是全程转播一个外国人家里，就他家里装了很多很多监视器，然后所以就是可以去选各种不同的视角，它在哪里这样子。它就是一个网站，然后你就可能要付钱去买、比方说你没有付钱你只能买什么 living room 啊、你只能看到一些正常的活动，但是如果你要进一步看什么一些 bedroom 的话的 bedroom 你就要付费，这样就可以看到 bedroom。 哇，好棒哦。对啊，是不是我看的时候也觉得很惊讶，怎么会有这种 24/7 然后转播，然后我看的时候他们就在做一些正常的事情啊，什么女生在帮男生什么背后的粉刺在那边弄啊、或者男生在煮菜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是真的吗？还是他们有 say 好的、应该是他们就是愿意这样子吧、可能有赚到一些钱这样子，对啊。如果欧马克愿意吗？我觉得我不愿意耶，太害羞了。哎呦，没有 在外面就是挤粉丝什么当然可以，可是如果在浴室里面卧室里面都要的话，那是蛮害羞的。毕竟有些不可告人的事会进行嘛，对啊，需要一些隐私。好，所以欧马克是不愿意啦。像我的话就是他无所谓，小花饼什么都可以，什么都看，小花饼没有极限。所以希望大家下次如果有金主的话，金主有听到啊、也是可以帮我架一个这个网站啦。重点是要有没有人付费，可能就是有点凄凉了。对啊，你要先要给他们那个试看免费的、你真的都帮我想好了、而且你要当金主啦，试看免费觉得不错，然后再付费开始你知道正式收看这样。好，那我要先想好我要你要做什么，要吸引他们的目光，让他们想继续看下去。怎么添购一些什么内裤啊，没有巴拉特的那种内裤啊，高叉泳装。
之类的。好，所以今天我们最后再复习一下这两个单字。第一个单字就是 voyeur， 怎么拼呢？ voyeur 就是 V-O-Y-E-U-R， 意思就是偷窥狂。对，或是你也可以说 peeping Tom 也是偷窥狂的意思。那这边呢，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狂的话呢，我们稍微补充一下好了，跟踪狂的英文是 stalker。Stalker, S-T-A-L-K-E-R, Stalker. Stalk 就是跟踪的意思嘛，后面加 E-R。那曝露狂呢？ Flasher. Flasher, 为什么是 Flasher 啊？快闪族。对，快闪就走。Flash, 把你的那个秀出来就走了。对，秀出来就走，所以叫 Flasher。或是呢，另外一个讲法比较困难一点，叫做是 Exhibitionist。对 ，Exhibitionist。这个好像博物馆展览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好正式的说法哦，非常有趣。我们 展览你的身体啊，啊展览欸、感觉有点艺术的感觉，有没有行动艺术的感觉？曝露狂应该对，曝露狂应该不会叫自己是 flasher， 应该会叫自己是 exhibitionist。没有错。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正常讲色狼，没有小朋友都很爱讲 you are a color wolf， color wolf， 对不对？当然不是这样讲啦，英文要怎么讲才会是对的呢？ pervert， 对， pervert 就是变态的意思， p e r v e r t。哇，今天真的学到很多变态的单字哎。是专门为欧马克量身定做的哦，好棒哟，好棒哟，棒赛啦！所以就可以知道说，哇，今天学到非常多，非常充实哦。今天的青春藤解析英语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喽。最后放你一首歌，就是来自于 Heole， 哦，又是一个，哎呦，又是法文哦，对啊 ，Heole。这个人他是来自于诶他来自英国诶他干嘛取法文名字啊英国的制作人他呢特别融合了爵士啊灵魂乐还有沙发音乐所以呢可以知道非常的慵懒的感觉哦配上也有一个 featuring 一个爵士女生叫做是 LC Lee 她的歌声非常的浑厚性感所以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很适合把自己灌醉了非常好现在就很适合买醉尤其是新年被父母逼问一大堆问题被亲朋好友连番逼问就是要去买醉就剩现在了好不好所以今天很荣幸请到我们的青春大来宾欧马克陪我们度过这么多欢乐的时光耶对要不要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两个小时下来的感想是什么一个很大的和解来跟听众朋友打招呼好累哦这好久哦就是我每次录音都是录到很对啊已经天昏地暗三个半小时哎、对不对真的是而且还是快的了对、啊、真的、啊、因为我们会从那个、前置作业开始做啊所以我们光前置大概就花掉一两个小时而且有一次好像就是我们全部是只有一次吗好不止一次了我们一个小时的内容都没有录到那一把全部要重录所以再花了一个小时大概在晚上点吧那天快九点那天九点吗那天到九点哦好再回家对，所以就可以知道说，真是马拉松式的考验，真的，这个好累哦，你们怎么还有办法继续做下去啊？就是靠一个梦想，就是梦想了。我的天哪，讲累，我都不想讲了。好啦，总之就是对啊，我也不知道怎么撑过来的啦。就是很开心今天欧马克也能够跟我们一起撑过来，我真的是感到非常 的对由衷的敬佩啊，谢谢三分。今天欧马克给大家的感想就是一个哈欠吗？是的，好，就是一个哈欠给大家作结，所以希望大家这两个小时都听得很开心喽。最后要不要再宣传一下《青春点一点》这个节目？哦，大家欢迎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晚上，就是二到六的凌晨十二点钟，一天的一开始呢，可以转到飞碟电台 FM92.1， 或者是你可以下载飞碟联播网的 App， 然后就可以听到《青春点一点》了。对，没错，听到青春甜点，就听到比我们两个就是好笑程度非常非常高过很多，我们非常厉害的两个主持人，可以听到专业的，就是才知道说有比较才会求进步吗？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啦。好了，我们就是没有进展的两个人。好，恭喜大家，就是听完这两个小时的节目，相信你一定能够过一个非常顺的年，今年羊年非常顺咯。好，最后跟大家 say goodbye 咯，我是消化饼，我是小布，我是马克，拜拜，拜拜，拜。